女人啊，嫁对人很重要。你嫁对了人，每天都买情人节；你若嫁错了人啊，每天都买清明节。今天这一段视频呢，完全是想拍给那些啊，最近呢，两个人夫妻感情不是很好，又想要做出改变的人。今天晚上静静有没有情人节大餐呢？有没有情人节礼物呢？好，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嗨，大家好，我是台湾媳妇静静，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哦。嗨，大家好，我是静静。我今天呢带了一些胡萝卜，是朋友他们自己种的，哦，很小颗，所以他就送给我，然后呢我就拿来喂着一些小可爱，看这胡萝卜有多小，大家看一下，很小啊，超可爱的，所以呢很适合拿来喂他们。给你们看一下这些小可爱，欢迎小可爱们。这是朋友养的宠物，过来。我今天带了什么来给你们看？我带了什么？小小的胡萝卜，你想吃吧？你好，你也想要吗？到了，我给你。抢走了。你没有怎么办？来，你也有。胡萝卜很可爱吧，胡萝卜太小了，没有人吃，然后他送给我，我就拿来送给这些可爱的，这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叫什么鼠，吃得津津有味的。这小小的胡萝卜刚好人吃，太小了，所以送给你们吃啦，好不好吃啊？今天是情人节哦，我特地拿来送给你们，希望你们相亲相爱，情人节快乐哦。哎，这几天真的要被这个铺天盖地的广告给气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情人啊。没有情人当然不会想要过情人节啊，所以人家说女人啊，嫁对人很重要，你嫁对了人，每天都买情人节；你若嫁错了人啊，每天都买清明节。你嫁了个懒人，天天劳动节；你嫁个有钱人，天天过春节；你嫁个花心的，每天都买光棍节；你嫁个幼稚的，每天都买儿童节；你若嫁个骗子啊，天天愚人节。大家知道我现在每天过的是什么节吗？儿童节，对，没错。来，先给大家说一个正面的教材哈。就我之前那个朋友不是去大陆发展了吗？小孩子也带过去了。啊，她老公呢，一个人在这边省吃俭用，过年的时候就过去跟他们团聚了，还带了一大堆老婆爱吃的台湾货，而且呢，还特地哦，叫他朋友从澳门给他带来一个兔年限量版的手表，情人节送给他老婆当礼物。而且啊，今天还在那里陪他老婆过情人节，过完情人节才要回台湾。以前呢，在台湾的时候也是，只要大大小小的节日，一定有礼物，哪怕是一支玫瑰花。其实啊，所有的节日都不是为了礼物和红包，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爱与被爱。很多时候男人都觉得，鱼儿都上钩了，谁还会花钱再买饲料呢？对吧？可是你们忘了，
这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投资。为什么说是最好的投资呢？你想想看，你买个小礼物，让你老婆心情好了，她心情好，是不是在整个家气氛也好了，然后她会更努力，更花心思的照顾你，照顾孩子，照顾家人。人家说心情是最好的风水，心情好，风水就好了。风水好的话，这个家就会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在厝内底只有这参详一只跟着，年年顺，年年好，安尼是不是作战的呀？你说这个投报率是不是很高？是不是一本万利的投资？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男人放着这个一本万利的投资不要去做，而要去买股票？这股票啊，赔了好几百万，他也不会心疼。可是啊，你叫他买个礼物送给他老婆，他就觉得好像比割他的肉还疼。这样子的男人，你说他是聪明呢，还是笨呢？他也不想想，等他老了住院了，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人会是谁呢？当然是他老婆啊，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要对他好一点呢？哎，我这个人从小的个性就是这样，喜欢帮助别人。好啦，今天这一段视频呢，完全是想拍给那些啊，最近呢两个人夫妻感情不是很好，又想要做出改变的人。爱一个人呢，不是放在心里，而是要说出来，更要用行动去表现。说到这里，大家一定很好奇，今天晚上静静有没有情人节大餐呢？有没有情人节礼物呢？好，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没有。对，今天晚上呢，我将要和熊熊她的老公两个人孤男寡女，在中州寮夜市卖肠粉，度过着浪漫的情人节。没有情人节大餐的你，欢迎来夜市找我吃肠粉。那没有情人节礼物的你，也欢迎你来夜市找我诉苦。因为呢，这个星期刚好熊熊夜班，没办法做夜市，所以拜托我去帮忙。那我今天晚上会去做义工。那我祝愿天下的有情人都终成眷属。那终成眷属以后，希望大家也能开开心心的过情人节。我由衷的希望今天不要有太多的人因为没有开心的过到情人节而想静静。这两个，剩下的这一个，你们猜这两个谁是爸爸，谁是妈妈呢？他吃的超快的，快吃完了。你看，这一只吃完了还想吃，不可以啦，下一餐吧。他就跑去抢别人的，哎呀，太可恶了！你已经吃完你的啦，还想吃？没有啦，小坏蛋，还有哎，没吃完呢。对吧？看，爸爸吃完了去抢妈妈的，妈妈。被爸爸的抢走了，然后又去抢儿子的。天哪，儿子最可怜。儿子又想去抢老爸的，没抢到。儿子一路跟着，哎呀，抢到了！儿子竟然把老爸的抢过来了，耶、干得好！太棒了，儿子干得好！谁叫你？你已经吃完了，你还抢？你已经吃完了，一人一颗。对，谁叫你抢？你看，他又去抢他老婆的了。哎呀，这个
爸爸，太可恶了啊！被他抢走了，妈妈的又被爸爸抢走了，可怜的妈妈。哎呀呀呀呀呀呀！你又没了，吃的最少的。哎呀，我发现了。跟我们家状况一模一样，吃的最少的永远是妈妈，可怜的妈妈，的爸爸。吃完自己的还去抢别人的，就是可恶的男人。干得好，快跑，别再让你老公把他抢走啊。干得好啊，可恶，真不知道怜香惜玉。儿子一个人躲在那边独享，这两个还在你抢我躲。别看我，这些是下一餐的，你去把那一块抢回来，赶快，对，抢回来。别怕他，赶快！你怎么可以让他打败呢？赶快抢回来！对，从这边抢，抢！加油！可恶，臭男人！耶、yeah, 太好了，成功抢到，干得好，干得漂亮。就你坏，每次吃完自己的就抢别人。干得漂亮。下次我再奖励你个大的。啊！可恶，臭爸爸，太可恶，跟我们家臭爸爸一样。要是儿子好，一个人躲在那边静静的吃，我要不要帮妈妈一下呢？要把爸爸赶走。可恶的爸爸，来，我来帮你。臭爸爸，臭爸爸，这块是妈妈的，对，耶、yeah ，你不要抢，我看，对，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臭爸爸，臭爸爸，不可以抢。那是妈妈的，你不可以再吃了，不可以吃。嗯，已经吃很多啦，不可以再吃了。天哪，儿子吃完了吗？你想吃儿子的，儿子说我早就吃光了，嘿嘿嘿嘿。好了，妈妈也吃完了吗？还
一枪，最后一口，可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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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口你还要抢，这没风度。可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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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口，最后，最后一口，不可以抢，不可以抢，啊！最后一口竟然被他吃到了，太可恶了。唉，你太坏了。好吧，下次我再给你个大的。拜拜，下次再来看你们。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哦。